我叫姚真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因为一时鬼迷心窍和一个神秘女子签订了契约，于是我出现在了这里。小铮铮，厨房有危险，快去救他。林将军怎么跟一个狗皮膏药似的一般？在下方才可是救了殿下一命，殿下怎么丝毫都不感激？本王从未让你救，多管闲事。看吧，小童，就算我为他受伤，他也不会领我的情。小铮铮要再接再厉啊，毕竟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对，你们猜的没错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攻略这个讨厌的男人，唇王李修玉。小铮铮，你潜入唇王府3个月了，每日这样给他送藕粉汤，真的行吗？俗话说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先抓住他的胃。原来这3个月给本王做藕粉汤的人是你。是啊，殿下是不是爱上了他？你，哼，本王厌恶你，又怎会吃你的东西？来人，将他打出王府。李修玉，你有没有心？枉费我一片痴心。痴心用错了地方，便是恶心。